大家好，我是农舍小蒋，就是后面这一棵大树，还有这一大片的土地，还有这附近呢，抬头就看得到的山南美景，让在这里的一位钢铁直男的个性的屋主呢，把梦想成为实现，那这里呢占地1400坪，地上物呢有一座合法登记的建筑物。那交通也很方便，出去就有公车站。如果想要除了休闲生活之外，想要来给自己一个漫游生活，想去附近的茂林、里港做个深度的旅游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好，接下来时间就请您跟着影片来去参观，走吧。谢谢您看完整支影片，如果您对今天的影片有想要进一步的了解，欢迎来电0927570293，或加本人的 LINE 0982570293。农舍小蒋，感谢您，拜拜。